OK。关于这个 power 条件呢 ，CS5、CS9 还有 CS8 呢，要如何去 setting 它的高度啊？这样子。这个是它跑旅行的高度，如果你要 set 低一点，就啊。你听到两声低低长的声音，就代表已经 set 了。然后你要如何 set original 的高度呢？很多人不知道。那这个 on 这里呢，它不可以开到完你才 set， 因为你开到完 set 呢，它这里没有一个空间，它的牙会拉到。如果你拉到啊，然后你 set， 看啦，到尽头啊，如果你 set 啊。三声滴滴滴代表 fail 不可以，所以啊，你要关低一点点，差不多一点点就好了，按住，按住。哎，两声就代表 set 了，所以这个按啊，它 fully extend 的时候哦，是 set 不到的，因为它怕你开过头，那个 motor 怕开过头会伤到这个，所以你要 set 回它原本的高度啊。你就需要低一点点才可以升。